班行啊，靚女。哇，臨時分化喎，左零零嘅右零零，左零零嘅右零零嘅，左零零嘅右零零嘅，左零零。做咩啊？哎呀哥，細佬，又喺度溝女啊？整下煙嚟食啊！三食，啊，阿健，哦。咁个女你都沟得落嘅，搞错啊！哇，你咁渣噶？阿杰唔识成，唔好嘥料啊！四哥，收住先，唔好意思啊。等阵啦，啲货我攞过嚟。侯哥，侯哥，我问你知
面啊！阿杰，你死在边啊？吓！喂，起身，嚟，大叫声杰哥，我哋讲兄弟。杰哥，想当年呢个环头啊，就系我同阿杰两个人用西瓜刀劈出嚟嘅。变啦，咩都变晒啦，而家呢个环头都有啊，你唔识噶啦。大雄咧，佢唔错啊，佢老豆赚到啲钱俾佢开咗间 pub， 生意算系咁啦。咁老七咧？唉，唔好提佢啦。早几年生地盘嗰阵啊，俾人怼冧咗，而家我大佬揸 fit 啊。佢幾好啊！坐 Benz 住大屋 ，bit 你 bit 乜春啊？嚇！揸 Benz 大曬，覺得我嚟隻抽啊！喂，你老母啊！乜你到而家仲冇火啊？你話撲街唔抵打佢咩？你老算啦，唔好嬲啦。喂，你老婆咧？阿嬌抬住個細嗰陣就拉咗嘢。生咗个光之后，佢自己就响埋添。我请咗个人睇住佢两个。阿杰啊，记唔记得我哋打飞机啊？你嗰阵仲俾差佬追，追到你走道扑晒街。咁快十五年啦！阿梅知唔知你翻咗嚟啊？嗰阵你走咗去，佢喊到猪头咁样啊！唉，人哋初恋嚟噶嘛，你而家翻咗嚟咯，得闲咪睇下佢咯，啊？妹仔啊，我留意咗你成个礼拜噶啦，你绝对唔系一个简单嘅女仔嚟嘅，一个人孤零零咁，唔觉得寂寞咩？对唔住，我哋打烊啦。咁我送你翻去啊？唔使啦。诶，做咩啊？我送你翻去，你俾个机会。喂，你放手啊！你做咩啫？放手，你唔好咁样啊！我送你。喂。你要打烊啦！出面好大雨，入嚟避下雨得唔得？仆街！你以为你系边个？你听唔到佢讲咩？呢度打烊啦！喂，听唔听到啊？出去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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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起啊！哎，你仆街啊！有咩咁巴闭啊？我大把钱，你惊我冇地方还咁走啊？阿妹，我特登嚟睇你，睇把命，你可以走。
信都唔使俾我。你好似过个男仔，横掂又冇得你个男人。知道你抽筋同佢哥妹，佢哋仲走。你见我抽筋啊？嗯、你唔好同佢哋喺埋一齐啦，系咪？佢哋一哥。我连你妹都做乜鬼？你翻嚟系为咗佢哋定为咗我？抽筋哥。我大佬搞掂咗泰国条水，而家直接入货。嗱，呢间屋咪佢捞翻嚟嘅咯，你点睇啊？大佬，哎，阿杰嚟咗，大佬，啊，叻仔喎！你喺台湾怼冧咗三个差佬威俊啦。大佬，乜你咁快收风啊？吓？全香港都知啦，仲使乜收風啫？喂，阿傑啊，以後我哋可以撈翻嘢啦。啱。十五啊！開曬，十。輸咗。乜嘢？你咁屎噶？喂，你咁叻，你嚟啊 ！Tail， 嚟唔嚟？你先啦。嚟，對。十。咁啊！喂，聽嚟聽嚟，我兄弟同我拍住相啊！買啊買啊，大輸多啲。阿傑啊，有冇見過阿梅啊？梗係有啦，阿梅咁冧阿傑啊，扮一竅門乜事都冇咯。如果有機會嘅，就向阿梅解釋一下，一家人啊嘛，搞到好似仇人咁。況且你又冇對佢唔住。係咯係咯，上次就做嗰單嘢，佢全部入曬我哋數。好像就害咗你咁啊！我会同佢讲噶啦，介绍个靓阿康你识啊，学跆拳道嘅，嗱以后你跟住佢啦，知唔知啊？哦，阿康啊，瘦过班未啊？未啊，淋过油未啊？都未。交打过啦啩？打过。攞唔攞啊？唔攞。唔攞就得啦。我答保三个月之内，全香港啲云头知你系边个。嚟，呢班渔男仔一啲规矩都冇，嚟呢度争地盘，连我哋嘅货都咁喐。如果唔怼冧佢哋，大家都唔使露。阿杰啊，你喺车度等我哋啊，两分钟唔见我哋先入嚟啊。湿碎料嚟嘅啫，等我去。阿康，啊，攞唔攞得？唔攞，见过血咧，就乜都唔使怕噶啦。边嚟啊？跳，扑少你一晚都唔掂。干，食唔食？唔使啦。咩啊？咁即系点啊？唔敢咋嘛？坐低倾下偈啊！露娜，惊到飙尿啊！如果你一入嚟就坐低食嘢。我就话你够姜，由入嚟到而家，电视一路播住套咸片，你就眼尾都唔受啊！一味超住我，唔通我个样好睇过啲女咩？啊！我唔食啊，因为我唔肚饿。我唔错，系因为好快就要走。我唔睇电视，系因为背两年前我已经睇过。我唔骚你，系因为睇你唔起。攞货出嚟啦！交易员就各走各路，钱呢？睇咗货，自然会俾钱。几时都对你咁好噶啦？都系洗干净啲先啦。
唔好啦，老豆翻嚟啊！阿杰啊，呢度就系我屋企啦，点啊？坐啊嘛，隔屋几好喎。上次搞掂咗批货，但系我咪送俾我住咯，佢对我啊算系咁噶啦。喂喂喂喂，一日到晚都喺度不断话作你作死啊！唔怪得我打俾你打唔通啦。咩？我讲十分钟啫嘛。你仲驳嘴咩态度啊？吓，叫月叔。月叔。系。呢个康，坐啊。哦。阿杰啊，有咩啊？啤酒得啦。 我知道你系边个啊，你系姑姐嘅男朋友，我叫小红。咁大个女噶啦，你仲记唔记得你细嗰阵时，我帮你换个尿片噶？好，阿杰，呢个屎你包冇用噶，成日过嚟沟仔，食饱饭等屎我。关我鬼事啊！你遗传俾我啫嘛。啊，我遗传啊，喂你好味，喂啦，喂，哦，喂姐，爹哋到。 叫佢叔啊！二叔，等我估下先，你系江仔咧？啱啦。咁你估下我有咩病啊？我估唔到。医生话我有先天性肾病啊。不过唔紧要，爹哋话我大个咗之后，佢会分一个肾俾我噶。 唔好烦住杰叔啦，知唔知啊？嗯，江姐乖啊，快上去瞓觉，叫人早唞啊！杰叔早唞，早唞，爹哋早唞。你老尾啊，一定系自己做咗啲乜事多，报应晒个仔个身上。爹，父人，爹。 你睇下边个嚟咗？杰哥，哇！你点啊？好啊！你手做咩啊？哎，冇事冇事，你几年你死咗去边啊？睇下边个做？系边班人做噶？讲啦！你老母啊！我三个字写成教脚、沟女、打交。 我话有啲咩嘢都系你咩嘅，而家你搞成咁样啊，都唔同我讲声，你仲当我兄弟嚟嘅？听，话俾我哋知系边班人做噶啦？嗰时我喺大档赌钱，借落咗啲数，佢要我将间铺俾咗佢哋，我唔肯将间铺俾佢哋，佢哋系斩咗我只手指。我要争几钱啊？
140万，扑街臭街，佢知唔知你系我兄弟嚟噶？吓！系咪呢班友啊？就系佢哋。公仔，叫佢过嚟饮杯嘢。他们说你是女哥的弟弟，那怎么办？或者以前有些误会，三爷想请你过来喝杯东西。是大班的位置坐。唔好扑嘅，吓！而家你仲点扑啊？喂喂喂，系边个扑嘅？斩我手指啊！快啲喂，走开！快啲！我啱啱开始啫喎！出嚟啊！出嚟啊！走啊！叫啦！你仲点？出嚟！太跑嘅！放住我啊！喂，睇我啊！瞬间枪崩咗你啊！叫阿八婆啊！我有阿八婆啊！阿杰，我走啊！阿杰啊！细佬有个老死叫做大雄，喺老三个场度玩，争落咗啲数。本嚟争钱就好闲嘅啫，但系佢一路都匿埋，老三就照江湖规矩斩咗佢只手指。但系寻晚你细佬就带埋班人上嚟搞我老三个档口，仲怼冧埋老三，仆街！个档口咧可以搵钱搞掂。但系而家冧咗油喎，呢单嘢唔发翻掂，佢迟早都开拖。我同你都系有头有面嘅，老四咧一向都好尊重我，咁当然佢都好尊重你，所以我揾你出嚟坐低倾下。我哋大家都系做大生意嘅，亦都揾唔少，唔值得为啲小事而搏火啊！咁对双方都冇利。咁二爷嘅意思？照我意思咧，抽筋就算数啦，因为佢系你细佬，大雄咧就冇得倾。我希望你自己喐手，点都要死翻件，咁对大家都有交代。
大雄，开门啦！系我啊，大佬。大佬，古哥，入边坐啊！大佬，坐啦！大佬，使唔使饮啲嘢？唔使啦，坐低。大佬，你同秋根又出去玩嘢，搞到我周身危。大佬，自细你系睇住我大，你最紧顾住我啊！我顾你，边个顾我？你要攞个出世纸啊！大佬，喂，哎，用神辛苦啲。电话啊！喂，咩话？哎，你冇咁冲动啊！你要等我，知唔知？我即刻过嚟。做咩啊？大雄死咗，你唔好去啦，好唔好啊？我一定要去噶，秋根发晒癫啦，我唔会爆大镬噶。你哋几个由细到大，只要喺埋一齐，就一定会出事嘅。今日你去斩人哋，听日人哋又嚟斩翻你哋。现在大雄已经死了，你们还要周围去找人，迟早有一天你会搞到连你都瞓低埋的。我快回来，我不准你去啊！如果你去了，你就不要再回来。我估唔到你要怼冧大雄嘅，件事又唔系佢一个人做嘅，我都有份噶嘛？点解唔嚟揾我啊？啊？点解啊？出句声啊！吓，啲大佬，你话似咩样啊？佢嚟个饭头，仲怼冧埋我啲兄弟添啊！你搞清楚再讲啊！我敢担保，一定是爷做噶。二爷根本就唔会帮老三出面，全世界都知道二爷睇住老三噶啦。如果我唔怼冧翻仆街，我以后仲使出嚟行嘅？你讲咩啊？我哋两兄弟有个地盘啊，都系全靠二爷啫。而家我同佢有计倾，呢件事我会查清楚。诶，你唔好乱嚟啊！唔好搞坏我档摊啊！仆佢臭街啦！抽筋自细就系咁噶啦，阿健，你要帮我睇住佢。大雄份人系懒滚啲啫，平时冇害过人噶，做嘢仲十下十下添。呢一啖气我点都吞唔落噶。抽筋，你都要帮自己谂下，你有儿有女噶。我同你讲啊，万一我都向埋嘅话，剩低嗰两年就靠你噶。唔好讲啲衰嘢啦。嗱，你喐手一定要预埋我啊！兄弟嘛，梗有你份噶。喂，嚟啦吓！好，嚟啊！斩你嘅咯！耶耶！Thank you.
姐，是我。你已经死了，为什么我出现？你才进来没多久，就死了六条人命，老总好担心呢。朱志杰，到底发生什么事？你给我说清楚好吗？两个越南毒贩，三个赌场杀手，一个是我自己兄弟，我在帮你们除害还不满意？这位是国际扫毒组的刘景思，朱志杰。嗯，自从你翻嚟香港，我哋就24小时跟踪你，我都唔知你点做嘢嘅。你一翻嚟死咁多人，搞到七国咁乱。你估我想噶？咁我申请调翻台湾咯，我不干啦。可是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他们，我根本就是他们。我咁辛苦要脱离呢种生活啦，系你哋喺台湾调我翻嚟噶，我根本就唔想再做啲咁嘅嘢。志杰。大雄很可能死在姓雷的手上，不可能吧？大雷为什么杀自己人？白粉的利润很大，为了钱很多事都会发生的。我不相信。你信唔信都好啊，寻晚阿女嘅车泊咗喺案发现场，下个目标可能系秋根。老豆打个电话翻嚟，话今晚唔翻，都唔知去咗边。阿婶啊，打光咗去洗神，咁间屋剩翻我一个人喺度，惊噶嘛，咪叫康嚟陪我咯。你老豆知唔知你喺埋一齐？哼，成日都唔见人，点讲佢知啊？佢喺边啊？秋根哥日头喺大雄屋企饮咗成日酒。他打个电话找你的，找不到你就揸车出去了。
入边啊。女哥，你个仆街啊！我系你亲大佬，又系你老顶啊！你而家当我咩嘢啊？你而家当我发疯啊？佢我地头，冧咗我啲兄弟，又乱咁开档口。如果我唔还拖嘅话，俾班靓仔知道，我以后仲使出嚟行嘅？你以为我想嘅咩？我咪同你讲过，有咗钱我会带你同阿梅离开呢度，离开香港嘅咩？咁我而家唔谂都谂咗啦，你叫我点啫？开拖啦，点啊？你以为呢镬嘢二爷就咁算数啊？哼！你几时先生生性性啊？一冇钱就当标当车，一系就骑啲咁嘅臭鸡，喐下就立架生冧友。你啊，真系懒嚟扶唔上壁啊！女哥，电话唔听。是爺打嚟的。喂，爺啊，哦，好啊好啊，哦，系咁先啦。爺讲咩啊？佢话要坐低倾啊。杰哥，杰哥，系够唔够使啊？哦，去打仗啊？大佬要讲数，我今晚怼冧咗老四啦。啊？搞掂未啊？搞掂啦。你哋而家过去 A 座嗰边等我，我入去讲数。三点钟都唔见我打电话俾你，你哋就冲入去。嗯。阿杰，点啊嘛？对不住，我哋要瘦身。喂，阿康，打！如果你啲僆唔听你折笛，你就成世做唔到大事。如果我学你咁，管唔掂自己啲僆，你细佬一早就俾人斩开九碌，劈落咸水海。就算你有几大嘅本事，都补唔翻。但系我唔俾佢哋咁做，因为我欣赏你，我相信你唔会因为私情而影响咗正经事。我知道呢件事你会好难做，如果你搞唔掂嘅，就我出面，你明噶啦。唔使担心，冇嘢噶。万一真系有啲咩事啊，我哋咪冲过去怼冧埋仆街冚家铲咯。
我知道是秋根不啱，我昨天已经话了他，你放过他，他话晒都是我的细佬。二爷，可不可以给他一次机会？你帮他求情，我明白，就是因为他是你细佬，所以才会这么恶搞。他是我们之间的毒瘤，你听清楚，我要知道，我现在就要即刻知道，你可不可以帮我切了这个毒瘤？就是因为他是你细佬，为了我们以后的合作，所以我才要你自己亲自去搞定他，明白吗？你自己想定他。开工了，喂，喂，快点，快点，嚟！喂，秋根，女哥仲未打电话嚟，佢叫我哋等佢电话噶。大佬话，如果三点钟佢仲唔打过嚟嘅话，我哋就冲过去嘛，系咪啊？系咪啊？你听错啦，佢话冇电话就唔好喐手啊。二爷，对唔住，我想打个电话。到底乜嘢事咁紧要啊？你要我坐喺度等你打电话？我老婆身子唔好，我想问下啫嘛。女哥，不如我帮你打。你系边个啊？冇大冇细。系。扑你个街啊！大佬明明话过三点钟，佢仲唔打过嚟，我哋就冲过去噶嘛？你话系咪啊？吓！喂，你冷静啲，唔好咁冲动啊！梗系啦，佢又唔系你阿哥。好，系我听错，我同你去。喂，阿杰啊，对唔住咯，你知啦，我癫噶嘛。二爷，我真系要打个电话，我老婆今日开刀啊。好，你去咯，你去打咗电话先。唔该。声行啊，二爷！喂喂喂，女哥冇事啊！哎，翻嚟，大佬冇事啊！做咩啊？想喐我？唔系啊，二爷，冇事啊！大佬冇事啊！真系要搏火，你哋未够班，明嘛？呢班冚家铲啊，买棺材都唔知掟啊！唔好唔记得应承过我乜嘢？系。成日唔妥老三老四，用佢个朵咧喺出边猛咁开档，赚埋赚埋唔少。系咩？你个衰仔都唔知行咗咩运，不过除咗眼中钉嘅。系咪大佬？我都讲过啦，船到桥头话自然直。嗱，而家乜事都冇咯。喂，你冇乱嚟啊！你最好又乖啲。嗱，下个礼拜咧，我帮二爷买咗600公斤货，到时有排你望啊！啊？
唔好再同仔大佬，我惊以后都见唔到你啊！你今晚得唔得闲啊？嚟屋企食饭啦！我叫小红，攬机俾你叹下。悭啲啦，如果你得闲嘅，多啲陪下啲细路仲好啦吓。好。 乖，阿婶咧吓？去买面。去买面，家姐咧？喺楼上同康哥哥锡锡。康哥哥，老豆，你今日点解咁早翻嚟嘅？你两个自己上去，一系叫佢落嚟啊？老豆啊，做咩啫？今日叫佢落嚟咯，秋根哥。 过嚟，我同你讲啊，第一，以后博嘢咧，最好就唔好再悭啲房钱。我最憎人喺屋企搞嘢嘅。第二，你千祈唔好撇我女线，除非佢要撇你，如果唔系，我宾州都掹甩你。第三，我个女脾气唔好啊，如果我知你虾佢嘅话。 我就杀咗你，知唔知啊？吓，系秋根哥，仲叫我秋根哥，仲唔叫声我外父？吓！你不要忘了，你是去办案的，你管他谁死谁活，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比亲兄弟还亲。但是他们贩毒。 我们是国际扫毒组的组员，你拿了钱就是要来抓他们，你懂不懂啊？对不起，如果不是为了抽筋，我根本就不接这个案子。大佬啊，如果我搞得埋下礼拜嗰600kg嘅货，以后就唔使同二爷嘅扑街再合作噶啦。到时候我哋自己咪可以玩晒咯。 唉，其实我话大佬真系好蠢噶，万一真系可以拖上嚟啊，我哋未必唔够爷个扑街抽啊嘛，你话系咪啊？啊？秋根，有件事我谂我应该要话俾你知。咩事啊？我收到风，大雄话俾女哥怼冧嘅。喂，我阿哥喎，你讲紧我阿哥喎。我知。 我知，你净系爱我一个，我净系爱你一个。
你知我帮我教水啊！我想冲凉。顺便帮我老碗面啊！喂，喂，揾边个？边个打嚟噶？问你自己。个电话你听噶，问我。唔知你啲咩女人啊！一听到我把声就收线啊！打错啩？喂，你仲喺度扮嘢？唔好咁啦，食面啦。你喺边度啊？你讲清楚俾我听啊，唔系唔准走。讲咩话？阿康捉你喺边度？好你打靶仔，捉我女，睇我斩唔斩啊你个窿！行家贼，喂，叔，靓仔，爹哋发脾气啊，好恶啊，跟住就出咗去啦，话去康哥哥度，你去睇下啦，好唔好啊？佢用你啊！冚家产你个打靶仔啊！真系冚家产！抽筋哥。你要他死了我死了
秋根，秋根，老豆死咗。秋根，秋根。阿女，秋根死都死得咁风光，虽死犹荣。唔想秋根死得不明不白。我知道我唔够你讲啊，但系当我求下你啦，好唔好？我唔想你哋再杀嚟杀去，我唔想下一个轮到你啊！好，就当我咩都冇讲。你死咗，我绝对唔会拜你。我差人。因为杀了人走到会台湾接了房做了他的先人因为我他推荐我加入了国际数学组接受了三年份感情就没了还做我但是他们又说你在台湾杀了那些差人的那些只做给人看那些人根本没死到我今次回来是要调查那群由细跟我玩到大的兄弟现在秋根死了我觉得我应该要告诉你因为你是我一直都是送还的人杰哥，点解你会喺度嘅？成晚都瞓唔着，你出嚟行下啦。谂起以前，谂起好多嘢，谂起同秋根喺埋一齐时候，想唔想嚟我嗰度坐下？上车，我有好多嘢要同你讲。做咩杰哥咁妹妹嘅？喺细个嗰阵，我哋跟住女个尾，我哋崇拜佢，跟住当佢系偶像。我哋谂住大个要学女个咁，
就有个叫阿俊嘅人，喺劈友嘅时候俾佢劈咗几刀，结果就响咗。秋根喊到好似兽仔咁，我同大雄跟住一齐喊。喺嗰晚，我哋发誓要永远咁照顾大家，唔理出边发生咩事，我哋都唔会变。大雄死咗，秋根为咗佢，连命都冇埋，而家剩翻我一个。由细到大，我都系最孤寒，最多嘢谂。谂下谂下，又俾我谂痛咗。喺九龙，只有一个人敢喐秋根，嗰就雷哥。亦都只有一个人敢出卖秋根，系你啊！杰哥，我你唔使扮懵啊！你系女哥嘅人嚟噶，有乜可能啫？秋根系我大佬，佢仲对我有恩，咁你阿仆街仲抵死？杰哥，你唔好逼我啊！你唔好逼我！冚家铲，你终于肯认了咩？好啊，喂，拉开个窗帘睇下啦。喂，小红回家了。今天还好地地的，我们想着结婚的，还帮肚里面的 BB 改名，想不到今天他就睡在那里冻冰冰。件事都过去了，你还那么年轻，你要为自己打算，你还有你的将来的。如果你想留下这个 BB 的话，第日要好好地教他，不要让他再走回这条旧路了。刘景思有个卧底，证实了抽筋确实死在姓雷的手上，但是这个人昨天晚上被干掉了，尸体掉在雷家窗口。队长要我通知你，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你根都是被你害死的，所以你要死。不要不关我事的，不关我事的，不要开枪，一样要死。
江姐冇咩事嘛？佢已经到过真危险时期，而家暂时用人工肾代替排泄系统。医生点讲？换肾咯。日本有一个同佢一样大嘅细路仔撞咗车，屋企人愿意卖个肾出嚟。几多钱啊？大概要200多万。我揾个女哥，佢话最近有单大生意，一时间调动唔到咁多钱。数下佢。系。你哋冇乱嚟，如果唔系怼冧你噶。唔好乱嚟。王大将，王大将，趴低，你哋趴低啊！细佬，你唔系啊嘛？走嚟呢度揾死！玩啊！要睇住个细佬啊，知唔知啊？知道啦，而家我得翻细佬一个亲人，如果唔对佢好啲，你同姑姐都唔会锡我啦，系咪？诶，点解你唔同我哋一齐去嘅？我都想啊，但系仲有好多嘢要做啊。你哋两个入去先啦，我仲有啲嘢要同叔叔讲嘅。嗯，姑姐嚟嘅。你自己小心啲咯，啊，江仔，努力啊，知唔知啊？哦。拜拜。结束，拜拜。拜拜。我问你，嗰笔钱点得翻嚟噶？你做咗啲乜嘢啊？你信我啦，我知我自己喺度做紧啲乜嘢。嗯？阿Sir。系。洪总，你好。你好，乔。好，谢谢。洪总，最近有单嘢可能同你啲人有关。你是说朱志杰？嗯。依嘢最近有一单好大单嘅货要运入嚟，我哋要趁呢个机会将香港嘅毒品毒贩一网打尽。前几日唔知边度走个人出嚟，抢走晒货。而家二爷同阿女乜都唔理，净系想报仇。就连泰国嘅炼毒师都翻翻去。最烦嘅就系我哋布咗3年嘅线索全部断晒。这件事跟他有关吗？阿女杀咗大雄同秋根，朱志杰会唔理咩？香港嘅烂摊啊，唔敢喐二爷嘅，而且佢将全部白粉都烧晒。江湖中人根本唔会咁做，除非你有证据是他干的吗？我希望我估错，我净系知道呢条友太犀利，九成系我哋嘅人。力哥，你哥揾到边个啦？喺上边。嗰镬嘢一定要做嘅，佢，我问你，光仔医药费只用咗200万，剩低钱去咗边？你老母啊！
讲出嚟，唔辛唔辛苦咯，快啲讲啊！呢个电话二爷打嚟噶，捉到条友啦，喺外围做嘅。唔系你兄弟阿杰做嘅咩？二爷咁快收到风啦，你系边个做都好，我一定要佢呕翻啲钱出嚟嘅。好，你搞掂佢。阿女唔敢承认系阿杰做嘅，分明就系扮猪食老虎。我已经忍够班仆街了。做嘢。捉到条友咧，喺外围做嘅。唔系你兄弟阿杰做嘅咩？二爷咁快收到风啦，唔理系边个做都好，我一定要佢呕翻晒啲钱出嚟。如果我估得冇错嘅话，佢哋已经怀疑阿杰。我查过佢前几日。换了3000万日元送了光仔去东京。我想二爷和阿女都一定查得到。凭我的直觉，如果现在动手一定钓到大鱼。咁多位出发。Yes sir。快点。你相信吗？你也来吧。哦。我不嬲都当你亲兄弟咁，你居然咁样对我？差人，没用！没用！唔得，别动！没用啊！差人，枪放下！没用啊！哎呀，吴大臣，放下枪，放下枪！别动，不许乱来啊！不乱来，不乱来啊！我的枪，枪放下去。不用，不乱来，我的枪啊！没得你就有机会嘞，听到没有？放下枪，全都不要乱来。入去。放下枪，没有。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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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警察，他妈，这帮人是什么人？不能放低枪。爷，你这枪放下去，你怎么关人的事？我是差人。我最憎差佬嘅。阿女，你摆我上台。爷，我不如咁啊，大家放低枪，有事慢慢倾啊！啊，我放先，我放先，放啊，放枪！
小王。白姐，我想都好紧要，唔该你过白姐啊！公仔点啊？手术好成功啊！观察多一排，如果冇咩事嘅话，光仔就可以成为一个正常嘅细路。咁就好啦。你为我哋付出咗咁多，而我就净系一味识得埋怨你。我都唔知道我自己系兵定系贼，杀错咗人，又出去抢黑钱。好似你话斋，每次有我喺度都会出事，所有嘢都俾我搞坏晒。你唔好咁讲，我哋可以从头开始。太迟。你份电话俾我。二爷送来的，已经摆了一个月了。我们还查到，这是姓雷交给二爷的赃款。呢单 case 我哋到而家仲查，我哋都问过好多目击者，但系嗰啲证人净系见过抢黑钱嘅人戴住头套，真系棘手。即系我哋已经死咗咁多伙计，佢哋连奖状都攞唔到，我哋需要留翻啲。好像你咁怕死，有困难。但我没想到，该等整理之前，最好别让我再见到。李哥，系冇事啊嘛？快啲先，阿杰啊，我安排好晒噶啦。嗱，今晚你偷渡出去，等件事凋淡咗之后，我再接你翻嚟。呢啲钱你攞去洗住先啦，食完就行噶啦。快啲先，去边度啊？台湾。
我咁辛苦要脱离呢种生活啊，系你哋喺台湾调我翻嚟噶，我根本就唔想再做啲咁嘅嘢。